9月15日，由潘粤明、伊能静、胡可主演的电影《帝国秘符》在京举行发布会。当天，潘粤明以全新造型亮相，微烫的卷发，干练的牛仔上衣，与以往颓废的状态相比，判若两人。整个发布会期间，潘粤明全程保持微笑，不知是否是因为有新恋情的滋润。近日有报道称，婚变后的潘粤明与同住在一个小区的伊能静关系甚密，两人多次被拍到外出约会。更有消息称，伊能静深讨潘粤明母亲的欢心。伊能静自2009年与哈林离婚后，一直处于单身状态，潘粤明也于今年与董洁分开，恰巧两人在影片中有情感戏份，因此两人因戏生情，假戏真做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没有，别闹了，没有，就没有的事儿，咱们就谈这个戏，我都是好朋友，对，也不能我这个跟谁吃饭就要成乱套了。既然传闻是假，那么潘粤明目前感情状况如何呢？我现在感情都在父母身上，我就希望父母孩子都能健健康康的，就好。好，感谢各位媒体。潘粤明说的如此诚恳，倒叫人不得不认真考虑传闻的真假。当日伊能静与潘粤明的恋情被爆出时，两人主演的电影《帝国秘符》即将上映，片方故意爆料来炒作电影，也未可知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